我还有个建议，请说。不要介入我和稻田青衣的事。果然是报仇心切，把他带上来。 到了我们该算账的时候了。
眼镜换在哪里？你得不到的。钢铁，钢铁，你不能死！我家眼镜花呢？说，我们家眼镜花呢？钢铁，他已经死了。告诉我，云青花在哪儿了吧？啊？还不说？好。